来到了横店影视城，巧的是刚好遇上了正在热拍的电影《四大名捕二》，而且刘亦菲、邹兆龙都在。大家好，我现在是在横店影视基地的一个摄影棚里。你知道在今年的暑期啊，有一个票房黑马呢，就是《四大名捕》。那这部电影成功之后呢，投资方立即开始拍摄第二部《四大名捕》第二部。那这一部呢，现在正在这个地方解封闭幕的拍摄过程当中。眼前您所看到的场景都是在摄影棚内搭建的，这高大的山体和以假乱真的几束阳光，可都是道具师和灯光师的功劳。待会儿就在这个地方将上演一场激烈的武打场面。乔戏里无情的扮演者刘亦菲，这一招一式还真像那么回事儿。要知道，那是因为人家身后有武术指导在指点。别看每个武打动作拆开来练简单，连成一串可就不好记了。不相信，您接着看下去。让没学过武术的刘亦菲记住这些繁复的动作还真有点难度。就这样，这场戏来来回回拍了好几遍。由于时间关系，我们没能见证这场戏出来的最终效果。